而就在马总统就职两周年的前夕呢，在今天自由时报是大篇幅的报道最新的民调，说2012年大选无论是苏贞昌还是蔡英文选总统都会狂饮马英九。蓝军大妈说，哦，这简直是一个假民调，连民进党都不太相信。谢谢总统。走进校园跟小学生在一起，就是两周年前夕总统民调上升，世界经济学者还猛夸台湾经济。不过自由时报民调却说近五成民众对总统不满意，2012年不管是苏蔡都会赢马，蔡英文胜出马英九 2%， 苏贞昌还赢到 7%。 无耻到极点的，已经被人家质疑说你没有民调中心，你根本民调是假的，还堂而皇之。答案是怎么来的？李龙山，你做梦梦到的吗？这民调还说苏贞昌在年轻族群狂赢马英九30%，蓝军就呛苏贞昌连个郝龙斌比民调都输，赢马是赢在哪里？这样算什么呢？这算强奸民意还是怎么样？晚上走夜路啊，要怕鬼啊，就在那里猛吹口哨，自我加强催眠那样。蓝军不信自由的民调，那绿军是不是拿来当重要依据？我不认为哈，这个民调反映出来会是2012年哈一个重要的参考。独树一格的民调标题大不大，似乎跟大家信不信真不真都没啥关系。